每日一句第53句阿美语基纳景拉中文他是谁语法重点基纳谁的意思问人的疑问词列出问句的步骤如下先列出肯定句例如几个招景让他是嘎招再把几个招改成鸡马最后鸡马景让就变成了问句意思为他是谁举例中文你是谁我是板奈阿美语鸡马比苏是班奈嘎古，今马技术是班奈嘎古。